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迷你忍者，这一关的名字叫做屁王，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名字就有点想笑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屁王，我们来了，哦，来了，偷偷摸摸潜入，哎呦哦。屁王，所以很臭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一团灰色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屁吗？屁可以打吗？我的红快不行了！红要死了！等等，切换一下默认法术，能不能用龙卷风吹开它啊？不知道哎。还是用闪电，先把这个切换好。等等等等哦，我按错了。不，我被他的屁吹出来了。我看一下，换一下默认法术。啊，又喝了，我又按错了。龙卷风。不，先换一下龙卷风。龙卷风，F， 妈的，有用吗？没有用，可恶！龙卷风我失效了。等等，再换一下。不！你这个毒害我。伊诺塔玛诺就是，完全不怕。H。怎么试着用屁对抗他？所以我就是要用屁对抗他喽。有了！原来他怕的是自己的屁，这么难哦！这么难！我被甩出来了。等等，所以我觉得其他的都没有什么用。他动了自己的屁了。原来要这样打，有点难哎。有难度哦。还要什么？连环屁！连环屁耶，好恐怖哦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快不行了，赶快喝药酒！这不是真的。赶快！中标了！赶快解决你，这一次应该可以解决吧？为什么差这么一点点？还要再一次？还要放连环屁啊？他这样笑就是不怀好意，就有连环屁要放。这次要大的。大的。太早跳了，可恶！好紧张，又被撞到了！哇哦，可恶！等等，按错了！我要先切换一下，按喝一下。不要再让我闻你的臭屁了，我闻不下去了。成功了！不，他用什么大绝？他刚刚用什么大绝？可以跳！呀呀！他打到我了！不！太强了吧！不！还有一发呀，跳过，还有，要来了没了，来了，这是我唯一可以对付你的时候了，呀，赢了，没有血了，为什么你还可以活着？终于打败屁王了，
哦，他要放什么？绝世大兽力？不是吧？我靠！好恐怖哦！这招太屌了！绝世臭屁哦！太有趣了！绝世大臭屁！哦，来是 you， 就是你啊！要为主人带来一条很重要的消息了。Again， 我希望这次是好消息。我也没有。Oh, hello there, dear lord. 我们从夜之堡收到消息了。Good news this time. 我猜这次是好消息。Well, not that good, I'm afraid. Things sort of got a bit too smelly. What? But it wasn't. 但这不是我的错啊，是他们，他们不听从我的指挥。你这个低能儿！我已经受够他们的忍者和他的朋友了，这次要他们死，这次要把他们撂到水里，把他丢到阴沟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哦，下一个王感觉又更强了，怎么办？OK 的啦，好啦，我们今天终于打败屁王了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喽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